我是一只美人鱼，不想承认，也不能否认。不要同情我笨，又夸我天真，梦想这翻身。我不好也不坏，不特别出众，只是敢不同。我的人生就是一错再错，错过再从头。完了，没拿毛巾。王子，我喜欢你。同学，谢谢你，可是我不喜欢男生。我也是武器。兄弟，可以啊。你除了王子，你还想追谁？找我，专业爱情策划师，包你满意。那个，先加个微信啊，没事我扫你。这是要劫色啊！别说话，我喜欢沉默的男人。大妈，是我。你装屁！这是小军的裙子。说，你把小军怎么了？红珊瑚。你怎么知道我的大名？红珊瑚。1987年人鱼小姐冠军，当时惊艳了整个海洋，却在当红之际嫁给了水草大亨的二儿子绿水草。原以为从此嫁入豪门，一世荣华，不出三个月，绿水草落花生亡，肝肠寸断的红珊瑚就此消失于海洋。小俊，还蛮嫩的，你就叫小俊吧。干什么？我给你起的新名字。大妈，你把口水擦一擦。啊！红珊瑚，你继续。哇，枯木逢春呐！你给我进来！我从外面经过而已，你们不要太过分了啊！小军在哪里？小军，快来管管红珊瑚！
小军，他就是小军呢。你打小就扔在岸上，不知道啊，那也正常。早恋这种事情是说禁止就可以禁止的吗？可怕的是啊，还有一道咒法，未成年的人鱼向心上人表白会瞬间变换性别。我向王子表白了，还是在男厕所。这单接不了，报酬加五成。我对客户呢，那是有要求的。第一，对追求的目标是真心喜欢，不能另有所图。第二，接受本店明码实价，不可小刀。第三，追求王子的一律免谈。为什么王子例外？搅黄王子的单我接。我呸！他认为，我还认为呢。我认为他偏颇、狭隘、昏庸、暴政。我都离开大海了，为什么这咒法还是能管得了我？女，是爱情的宿命。多少有情人是失散多年的亲兄妹。家族纠葛的世仇，刻到命里的八字不合，鸡飞狗跳的生肖相冲。像你这种情况已经不错了，至少还有可能跟王子成为哥们儿。哥们儿，冲！放大，放大！我要追我的王子。我的内衣呢？下一个。哪来下一个？你就知足吧。自从小白事件之后啊，你的幸运就算是毁了。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。同志们，我又回来了。再去找王子表白啊，你还会变成男的。要不你再等两年，等你20岁，这咒法就解除了。不行，王子人气那么高，再等两年他都已经娶了别人了。这王子他有那么好吗？一个人长得好看就算了，还那么温柔，那温柔好看就算了，还那么善良，那么善良好看温柔就算了，还那么有内涵，简直完美。世上哪有完美的人？他也有他不完美的地方，那就是他的名字。大妈，肯定有办法破除咒法的，对吧？还真有，这个法子啊，比咒法更毒。红珊瑚，别卖关子，得到王子的
吻。吻。希望了，啊，只能靠他了，我的传家之宝。小韩，小韩，别激动，别激动，别激动！祖传的项链，我可是交给他了，但用不用嘛，他自己看着办。这是得到王子的吻的唯一方法，你说他会不会用？王子诚可贵，生命价更高。再次声明，与海巫打交道的筹码会很昂贵的。海巫这生物利益当头，冷血残酷，还是远离他为好。嗯，眼下。他的魔法是我唯一的指望，先看看，看看他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。快告诉我你是谁，一说出口我就有一点后悔。不是你？怎么是他呀？他是海巫。嗯。海巫的魂魄，你认识？爱情骗子。有故事，红珊瑚直播。长得还行，裸体。哇，男的。哦，不，这都什么破梦啊？啊？你这女的都快把我搞疯了，你知道吗？嗨，洗澡呢？没有啊，玩泡泡呢。行为艺术，懂吗？嗨，海巫。我说你这女人梦里怎么都这么讨厌呢？梦？哟，第一次吧？什么？没被召唤过？不是，我说你谁啊？红珊瑚美人鱼。你好，美人鱼。我是龙鱼。你没有在做梦，是我唱歌把你召唤来的，用这串海螺项链。你站那别动，我也是美人鱼，你是海巫，但是你现在是魂魄，我这么说你能听得懂吗？嗨，你好 ，Bonjour， 你也不是人，除了我你们都不是人。不是，这都什么破梦啊？怎么剧情乱飞呢？靠，看来还得来一次。